设计师 Dries Van Noten 职业生涯第100场时装秀，没有华丽炫目的场景，只展现对裁缝的最大热情。他把最钟情的印花和刺绣图案全都融进2017秋冬新装里，龙袍与几何圆点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点，粉肤橄榄绿搭上金属色调也可以这般高雅和谐。多位叱咤90年代的超级前名模们都回归伸展台挺老战友，毫无保留的皱纹，依然洒脱的自信态度，遇上 Dries 的宽版西装，年龄绝不是影响魅力的借口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